第26题，右图为盐酸溶液中离子的示意图，在此溶液中加入下列哪一杯氢氧化钠水溶液可以刚好完全中和？我们晓得，我们刚好完全中和的条件是氢离子的摩尔数等于氢氧根离子的摩尔数，摩尔数也就是个数。我们这一杯里面，我们的氢离子呢有两个，所以我们就要挑我们的氢氧根也是两个的，就是我们的 B 的选项。所以第26题问我们说，哪一杯氢氧化钠水溶液可以刚好完全中和？我们答案选的是 B。